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陈立先，大家好早，阿兰继续过来讲解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阿经中，甲咱开始讲日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咧，一心不乱呐，咱咧念佛。这句话是非常、非常的深奥。啊，咱人伫世间呐，在几十年中间，难免咱为着打拼，为着认真事业，为着公众要做，但是咧，往往咧，咱真侪人，下这修行的路途啦，甲事业的路途，甲合作是 A， 合作是 A 咧，难免咧，咱为着要我们修行啊，想要有成就啊，结果咧，甲事业拖拖咧。这种人嘛，非常非常的多啊。原因在倒位呢？咱无一个正知正见。咱要出家修行，或者在家修行啊，是有好因缘。因为咱世间所有真侪一挂事业的业啊，开始当放开啊。也是啊，咱得对内在心灵去修行，修心养性，找到咱每个人的自己的缺点，咱用来坐家己想，想讲我自己的缺点，什么缺点，什么缺点，家己爱去反省，爱去忏悔。那安尼来咧，吼，咱未来做事个嘛好，还是修行者，拢有所成就啊。啊，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，哦，伊是真勤修行，伊嘴一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那有一天呢，啊，伊就走起来上寺，到我前面咧讲个时嘛，嘴一直阿弥陀佛，第二念，第二念。我讲你怎么在跟我讲话吼？魂卖念，你若安尼讲，你事业一定做袂好势，百分之百袂好势。一个老师叫我爱念佛呢，我叫无叫你念佛。你若像你甲人讲话一点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一点的精神都问题，嘿，传念师傅嘛问题，心不在焉嘛，无你心甲人讲代志，你做生意无你心甲人讲做生意，你哪会损失无智慧呀？骂的毛嘴巴，唔知点样不念。老师，我今日要来追求这个问题。师父叫爱念念念佛，时时念佛，时念佛，找爱个好念。我讲你念佛，用用你爱念佛百分之百。但是你甲人讲话，你甲人做生意时，你敢好念嘛？哎呦，那唔知哎叫你你你讲你讲独讲咒咧咧。老师，你足足准的，足厉害哦！我什么厉害？我就开始安尼念佛，安尼念吼，好，规工伫念安尼吼，我生理好定，人下一日一日伫走去，我对我咧精神问题啊，无正知正见呐。所以咱咧修行啊，你莫含需要夹到做一堆，你夹到一堆咧，你也分袂清楚。修行咧，三修，三咧念佛，念家己是有智慧、有觉性的人啊。唔是讲，是这是傲念傲念。人咧讲讲讲开话，你嘛咧念；人咧甲你讲正经，你嘛咧念。修什么行？那就信道生死啊。等下就开始，用个时间你家己静静只念佛，出个时间认真做工课，慢慢越客户才回头都等下。遐客户咧，每下等下都讲，
王爷啊，我叫你起痟啊！你痟啊！你五念吹五念，讲个心不在焉呐、啊，吼、哦！你啊魂啊，无伫身躯共法的五念五念，我看你就起着惊，看你就惊，要甲你做什么生意，工课嘛唔敢交乎你。所以啊，咱现在社会有这种的人足济足济，嘛有这种的法师啊，伫教人安尼做，错去啊，千错万错。所以咱要修行，爱有正知正见；咱要修行，爱有这智慧。你若无咧智慧，无咧正知正见呐，看你如何修啦。另有一个信徒先生，伊嘛来到仙律寺啊，来遮拜老祖。拜老祖咧，伊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人，伊哦真虔诚敬礼拜咧，啊看到我啦是合掌，阿弥陀佛。啊，老师，我有事请教，我静静用一个听无，好、哦，一直静静听。啊，我讲到煞的时啊，因为老师谢谢，安尼我知啊，无唔对，修行还修行，我修行还修行的时间，工课还工课时间，我所以我真认真做工课。这啥？这都无，咱上惊是孤高自闭。好，咱上惊孤高自闭啊！咱一个人在修行时，人家你上吊，人家你上熬，结果孤高家你闭掉了，100%袂顺啦，就栽栽的啊。那么这个信徒先生，原来伊嘛是传工传道，有一个八正道的真好的理念，啊，伊甲所有伊啊有缘的亲戚朋友了。叫认真做功课，功课做煞以后，家己静修，再来念佛啦，来念佛。所以，伊专工走起来印证，正这都是真是假是虚，还是假？那么，咱人伫世间的修行之中间呢，往往拢较无耐心。啊，尤其一个人身体无好的时，或者一个人也事业失败。啊，拄到法师叫我爱认真修行啊，伊就将事业办掉去啊，要归心修行。我讲你唔对去啊，你事业袂好办掉，事业爱搁较努力，事业爱搁较认真拍拼去搞。哈、啊，然后咧，你若有时间咧啦，时间，剩咧时间来开始静坐，点点静坐，去反省，去冥想，你过去的代志。一日嘛安尼做，两日嘛安尼做，三日嘛安尼做，四日嘛安尼做，你一定爱有迄耐心，有咧恒心咧来做的事，你一定会成功的啊！另有咱就信徒先生，伊拜过师父将近咧30个、40个，全省所有的大师拢拜了了啊！啊，有一天咧，啊，伊就含太太、含囡仔出来先有事。伊看这拜吼，礼仪咧拜的姿势是有够水，啊，姿势咧是有够水咧。但我看看，这个先生有心在修行，但是本末倒置，把事业放一边，日日在修行，吼拜神拜佛的照你所来哦，都系安尼吼，结果一个开头咧。我讲无人，先生拜起，我讲无人。你拜佛哦，你拜啊拜过偌济师傅？哦，我拜过10个啊，师傅拢教我，我拢个捡起用。我讲你事业多几届啊？多三届尔，多三届尔。我讲你错去啊！你多一届欠人偌济人，你做偌济业，偌高收，无可能个代志啊！不会滴咯，我唔相信。三届拖一大堆，啊，结一个外形个，好啊，真正个啦。我你错去啊！你念头错去啊！念头错去啊！好，你讲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你一天善念动机顺正的真，两天嘛是爱顺正，第三天嘛是爱顺正，四天、五天、六天，一世人拢爱顺爱正，啊，弄个清楚啊！唔是讲事业放掉的，好，你讲阿弥陀佛就甲你做事业照拼的，无可能个代志。这些信徒呢？哈，我安尼真无气气啊！讲当然，我口业比无好。啊，起来咧，向我们进行老师感谢你。啊，我来等下，
你想了等，我已经觉得啊，我当然拍拼，我把所有的债务还掉，好、哦，我个要要，我再去修行多啊，我免大家变，安安好惊，何老师你安尼，啊，甲讲者安尼吼，我才觉得，谢谢，我要等来。所以咱日一日、日二日、日三日，唔是讲甲咱念佛尔呢？念佛甲咱念佛呢？咱一个人假使身体真歹，身体真歹，咱灵性未安；啊，身体真歹，咱的吼，咱的有呾事业嘛无好的时，尤其身体真歹，接近要死亡、身体要断掉的时啊，咱上需要念佛啦。日之日，第一讲咱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信愿行，我信西方极乐世界，好，我愿应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一定要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愿行。以后呢，第一日一心念佛，第二日嘛是念佛，第三日嘛是念佛啊。但是咱真济人破病人嘛好，往往呢，在时。好、哦，念一时也着休啊！啊，我忝啊，我来困啊！好、哦，念啊，哎呦，我忝啊，我着写作啦。哦，我念啊，足艰苦，念心拢无力嘞，嘴无，然后念意识心嘛爱念阿弥陀佛啦。尤其咱一个病人的时，愈需要念佛。咱一个病人的时，伫世间日头伫落山。落山的时，咱无迄个机会继续阁有只嘴有口有意，好来念佛，成就西方的净土。所以，咱身体歹的人啊，咱一定爱逐工念佛。那有的时间尽量念佛，尽量南无阿弥陀，南无尽量念佛。咱面对啊，有来哦来探病啦，来探病就讲有诶无啊，你有较好无啊？你来看开诶，哪有较好？我一天一天在病呢，啊，看开，我免不得倒去啊，路也无路行，要来开。所以废话一大堆啊，咱家己爱念佛，迄都是咱的魔障，咱的魔障。所以咱一个人啊，那开始破病的时，咱开始爱念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那么尤其那么破病时，这个话需要念南无阿弥陀。不过，咱会记哩，咱莫哦，我也念佛，我是真正孤高自闭，好、哦、痛苦，感觉家己上敖，啥拢袂用插哩。哦，啊，恁遮无地方个啦，好、哦，我有上哩修行，我有念佛的人上尊贵，啊，遮无哩错去啊。你若想，嘛是遮孤高自闭啊，估计是家己想惯的事啊，你家己着孤单，别哩小厝尾顶啦，嘛好，无人会插哩。住在山顶嘛，无人会插你啊。所以佛啦，刚才开始咱的修行啊，哈，第一咧，身心合一爱力行，哈，咱尤其咧爱特别注意，那么高自闭，高自闭者，咱一个人会上气差。各位是讲身体先，所以咱一个人日时日有咧心。哈、哦，想要紧，我的心爱我的耐心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直直念落啊。好，咱啊两日嘛好，三日嘛好，四日五日啦。哈，这时讲起来真困难。回想到以前我咧破病的时，病到真严重呢，天日病院，好天日厝，要念南无阿弥陀，念袂落啊，念袂落。念一句阿弥陀佛的，腰子嘞就吊一个；念一阿弥陀佛，心中就疼一个；念一阿弥陀佛，目睭就酸嘞；念一阿弥陀佛，头壳就疼。平常时无念便便，你怎么办？那么尤其一个人在破病的时啊，咱你感觉呢？日头在落山，无得动啊，应该爱回去的时啊，咱一个人时时念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因为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家己的家，南无阿弥陀佛是咱本家本家，家己的厝，家己的净土，唔是别人的呀。这个真理讲出来，有个人咁讲有影。有一天咱来破病的时，你就知影，我咪破病，大家嘛破病。所以平常时啊，咱爱多念佛，积福来粮，积劳福地的。良心，那么等啊，病到啊，才要化念南无阿弥陀，确实拢有较慢去啊啦。
而且咱去里面念的是心会烦会怨，即包括咧，咱的人意识力无够，咱的怨天怨地怨老爸怨朋友怨亲戚怨佛祖，所有的人都怨了了呀。结果死了后咧，家己就对咧，点咧？哦，所以啊，咱大家会记哩，咱要有耐心念佛做头路，咱一定要有耐心，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，甚至到几啊千日、几啊万日，咱拢爱保持着这个心态。那安尼咧，我相信咱要成就嘛好，要成佛成道嘛好，事业要有所哦，成就事业有所发展啊，会赚钱。啊！一成功，这拢是这个同款，日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、七日，哈、啊，一定无间断啦，没有间断，无断掉去。那么，安尼咱人咧，伫世间你要修行咧，一定真简单，有所成就。那无只，人类天生来制度嘛，无法哩啊。咱今时间的关系，甲大家大落。